鞋子里面都是头发，你能给我搞到后面去一点吗？没事没事，等会再弄也可以，你先放到旁边跳了，等一下越来越多了。特步，我也很喜欢特步的鞋，舒服，新。
别叫你的分手了。那天王是谁呀？其实我们家里有点搞笑的那一种天王的。反正这个头发没用，是不是？有用。有用，反正你尽量就下了一点点嘛，可以挡住脸。哦，前面的话是绝对没问题。对啊，就是前面。但是你前面后面无所谓。留太长的话也不好看，是吧？嗯。要不然再下来一点点，等会再修。我这边吹，可以。正常来说是没任何问题的，因为后面的话你也不能留太长。嗯，不行，现在是我是想把脸给挡住一点，因为剪它这种发型，我觉得我的脸有点圆。脸你到时候是不是剪的斜的下去了吗？都是齐的吗？齐的。哦，这么短，你看太短了吧这里。但是后面挡不住。那还修？你如果说这里的话，你留在这下面的话，太难看了。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。我觉得这样太难看了。等我，就不能出去见了。不至于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到时候这里还得要修了，一定是盖住耳朵下面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能盖。你给我剪这个斜的吧。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因为剪的时候必须要先整斜。这样我觉得不是一般的丑啊。感觉到有点不对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就是狗啃屎的嘛。虽然这里是尖的。
再出去会吓坏人。就不会啊。要不留一边长发一边短发。这感觉有点像什么？像大妈，像打称呼。这会吓死人。出汗了吗？嗯。我出汗。是啊。被踩我一下，不用，看一下图片。对，太那什么。对。一点都不特别。是啊，我觉得也开心一点。对呀、啊。这种话怎么说吧？我今天看着我们穿，发现我耳朵怎么那么大？什么那么大？耳朵。耳朵啊。他的耳朵这看着张得好开呀、啊。你耳朵不大。耳朵大不怕，听话。我一直都挺听话的。这样的。对呀、啊。多好。再低一点。正常不要低，可以吧？后面，我这前面成这样了呀！前面我真看不习惯，我这样感觉。坏坏的是吧？对。要剪成正好。对啊，真的太齐了，就感觉这像假发一样的感觉。最后一束了，就彻底的成短发了。看我这边，居然闪光灯太烫了，亮了。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啊！对呀、啊，感觉不习惯。